路线，因为这个路线是水泥地的。希望能够通过奥运会，让更多的人走上这个长跑。那您能解释我最先最想达成的目标？但是我们已经早早就实现了这个目标。我觉得赛事后呢，是这几年也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比南方开始合作冰场，啊，这个北京南方这边好多小朋友，不止现在在东北进行了，在全国各地都可以慢慢的练习。我觉得在未来的时候。